天爷，你一定是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大学毕业三年，换了七家公司，昨天还有希望接下一个大项目，今天就被公司开除了。每次都在好事要降临的时候，莫名其妙被 KO。老天不开眼，我就吃凤爪。老爸老妈，幸好你们还留了一间房子给我，否则我就只能睡大街上了。你不是还有我吗？对对对，还有你，你才是我好好活下去的动力。著名影星程心因抑郁症在住宅割腕自杀，年仅27岁，这是继江彦成之后又一位因抑郁症离开的明星。现在插播一则紧急新闻，绿谷码头仓库检测室于15分钟前出现未知故障，数千名智能人产品发生程序异变，与警方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。安全局宣布对智能岛实行全面宵禁，进入红色警戒，请各位市民注意自身安全。
喂，你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，程心？行为程序仍然有问题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找到能修复你程序的人了。我不值得你继续为我花钱。你值得，放心吧，钱我会想办法的。你的办法就是向你的两位师哥借钱，这三年你向他们借的钱足够把这房子抵押给他们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，哪怕倾家荡产。那个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约了卓然。智猎团七阳前来报道。听指猎人卓然前来报道。三年前大量异变智能人出逃，所以我们才组建了智猎团，目的就是消灭这些危险的家伙。可现在除了他们，还出现了叶韵和秦岩这种被私自研发出来的 AIP， 这让高层非常的紧张。报告局长，我认为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毒之翼，他们组织严密，为了所谓的智能自由不择手段，对人类威胁极大。而和氏会恰巧相反，他们只求共存，相对威胁要小得多，所以我们应该区别对待。至于叶韵和秦岩，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帮手。叶韵和秦岩没有经过安全检测，就是不可控。你怎么看？卓然的分析我基本赞同。叶韵和秦岩战斗力惊人，目前情况下与其和他们成为敌人，不如成为伙伴。另外这次能干掉韩风，卓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建议撤销他的停职处分，让他迅速归队。目前的形势比较复杂，智猎团内部也有些新的计划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一起停职。卓大少爷，你的功夫真的不换下来吗？别忘了我们已经自由了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哇，我哪有你潇洒。装五万块钱给我。我前段时间买耳机把卡给刷爆了。我上辈子欠你们什么了啊？
你们的钱是自己的钱，我的钱也是你们的钱。你们俩穷鬼，什么时候还我啊？改天豆芽妹肉肠，水煮肉片。本少爷可无福消受，你就替我温柔以对吧。主人，有一条您父亲的留言。嗯，艾琳娜公主今晚会住到我们家，我可能一时赶不回来，你替我接待一下。你干嘛？亲自己脸不够大？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我决定把我最珍贵的一样东西献给你，我的财神爷。咦，行了行了，你吃了吧，我看着就已经饱了。嗯，你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联系到简洁教授？简洁教授？我查过新闻了，乔伊认识他。你帮我问问乔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拜了。你先告诉我，你找简教授干嘛？我家星星还是站不起来，里面的行动程序肯定有问题，简洁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。这三年你把所有的钱和精力都花在这个星星身上，还藏着不让我和强见，你的星星怎么就那么神秘？他瘫痪在家，天天闷着，他不快乐我也很难过。好哥哥，看在我爸妈的份上，最后帮我一次。哎呀，好了，怕了你了，谁让你是我师父的女儿呢？我不帮你谁帮你？把你要问的程序给我吧。小妹感激不尽，定当涌泉相报。你必须答应我，如果修好了，立刻送他去进行安全检测。嗯，我以我老爹的英灵发誓。你就放过师父的英灵吧。走啦。哎，对了，后天是师父的忌日。知道了，程序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早上十点我跟齐阳来接你。是为了让你们做事能更自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齐阳组成一个独立的调查组，单独。你们的任务是找到简洁教授，并跟他们建立互信，共同打击毒之翼。你们确实非常抱歉，我从一开始就没奢望有什么回报。如果有，你希望要怎样的回报？既然你们要组团打怪，那队伍总得有个名字吧，叫智能机怎么样？不要恋战，